欢迎收看大男人干大事。今天要干什么大事呢？今天要帮我女儿剪刘海，用大男人的方式，没有再啰里吧嗦的啦。啊，首先我会先准备一个垃圾袋，然后我跟她说我会帮她做一件雨衣。把我帮你做的雨衣好了哦，手放下去就好了，手放着对。大姨，哇，你的雨衣耶！羡慕你哦！要啦！我不要、这样才可以流汗呐、流一点汗呐、再來就是佩服技术，先给它开下去就对了。Right？ 喜欢看佩佩猪吗？喜欢。喜不喜欢看佩佩猪？喜欢。真敢看得到佩佩猪吗？不知道。太长了。看不到，宝宝帮你卷起来。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剪掉了、不要。哇哦，真的哎，真的旁边长长，中间短短哎，这招真的厉害哎，不用那边修老半天哎。下一个。好，就这么简单哦，成功了。头发这样 OK 吗 ？OK。OK， 这样看得到佩佩猪了吗？看得到。看得到吗？看得到。会不会被头发挡住？不会。OK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